点点关注啊，他。他过两天在抖音直播呗。在抖音直播吗？再说吧。再说呢。我跟你说，我都想拉他多少次直播，他就不得。长这么漂亮不播干啥呀？长这么漂亮不搁家不出去待着，搁家窝着干啥呀？给家掰苞米啊。榜86，榜4是他，咱们给榜4点点关注，兄弟们，再来一首啥歌？波纹啊，不想唱波纹，波纹不好听。我有这么平吗？背对，背对着。哎，我还知道一个变身特别厉害的人。我知道好几个。你知道好几个？那你太厉害了。我看呢，我第一次看人家变身，我感觉我的天，感觉好牛的样子。我喜欢好多钱，那你给榜4点点关注啊，兄弟们。榜四，来个泡沫吧，好不好？来做我老公吗？啊！这么污言秽语，你怎么就是说出来了呢？都是家人啊。啊，都是家人，然后找个老公，那你太狠了。来，都是宝。来一个泡沫，会唱不？一人一段。我不会。不是泡沫。对，那个正宫子。那个泡沫，不是那个邓紫棋的泡沫。来吧。学了一下。来。青春说的情话，你来一口来。摇摆之上，耳朵有点大，假的。美颜对。雨水滴答滴答淋湿我的发，泪水隐藏起来，慢慢的落下。当初许过的愿望。感谢无情的温柔。咱们给榜四点点关注，知道我来贵州干啥？来吧，我来贵州给他点关注的。还有我家包围住。雨水滴答滴答淋湿我的发，泪水隐藏起了慢慢的落下。当初许过的愿望，到现在回头看，不过是个笑话。照片。怎么事儿，宝？